昨天我出馆催了，当做真的表演一样来，结果他妈也真的。哎，别说那个老吴，真的好贱呐！你知道那个老吴是吧？不知道，你没看到老吴是他知道对吧？让他别说没拍你，没拍你。 你们到底什么人？啊，为什么老跟着我？停停！来，别动啊！死到三点了。啊，等着，来缓一下，缓一下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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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憋住了，我是真的憋住了。对不起，不是老师，你就别做动作了，我本来挺好的，你就丢了，看不到，那就行，看不到。什么人？为什么老跟着我？你下回上台的时候，你来这个动作。对呀，我还不爱这个，不爱这个。对，这一句是的。我来看一下。呀，对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您稍等啊，大哥，您稍等。我是生理需求。不干了，他自己就转。每次多吃一